打超级顺的，哎呀，超前面的，而且零 miss。这个发球有点空空的，反手用得很好，杨振东的反手用得非常好，手腕用得很好。我们怎么不顾逢甲比赛来看这边呢？真是看你也教我们道义了。顺的，那今天，这今天打完，网络上要po一大堆了。夜长梦多啊，他如果打越多局，对他越不利。跟大师要避开，结果都强蹦，好几队都刚好强蹦。所以明天你就可能看到中年人好几只，个人赛好几只中年人。好，这球差一点，我觉得他手腕真的用得很好，但也被他炫到啊。球比九拼这两颗了，有了。